招喜。斯坦李96岁诞辰，漫威超级英雄齐聚这些粉丝，太有心。美国时间12月28日，是漫威之父斯坦李96岁的诞辰。老爷子于今年11月13日离世，让粉丝与影迷们悲痛不已。因此斯坦李96岁诞辰，粉丝们也自发前往好莱坞星光大道与斯坦李的星星合影缅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很多粉丝们承认漫威的超级英雄场面十分的温馨，钢铁侠、蜘蛛侠、黑豹、死侍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漫威超级英雄全聚集在了一起，怀念斯坦李老爷子。他们纷纷摆出超级英雄们标志性的动作，以这种方式纪念斯坦李真的是太有心了。除了一些成年人外，还有一些孩子也打扮成了超级英雄的样子。斯坦李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粉丝，粉丝们 cos 超级英雄缅怀斯坦李，网友们也是纷纷评论看哭了。只要有人记得他就还活着，祝老爷子在另一个宇宙永远快乐。